我是公共列车长的110年7月9号花莲的风村平交道18点19分，我发现是有列车通过。来到285次花莲八车，耶！它有个这样车网哎，叫海鲜港原理。9002加天佑1001，拜拜，再见喽！我的285次，用海鲜港原理的泰国家车网，在瑞芳哎，那瑞那个风村风村杨瑞，风村民的花莲的风村民要到通过了，谢谢各位，就那拜拜。刚跟大家讲，好感动了。